两手的长按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试炼之门？这是奇亚家的大门哦。哎，我体力不够，打不开。你可以给我一个浅浅的微笑。以四个祝福之丸为代价，我将赐予你力量。心之容器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好的。好大一颗。有了。然后那个灾的力量也消除了一点。试炼之门。我不能边推边吃东西吗？三颗半。哇。真的是失恋之门欸。